哎，好，我装箱。今天玩的有点收到了啊，三姐我来帮收来了。这几天都三级，收完直接往那个当院一倒就完事了。到时候卖的时候直接这个三级就出去，省宽带了，省事儿了。先盯一下，对吧？好了，踩这边踩着，哎，踩到了，上不来了，再我就给你周了得了，那都那秤炮秤就卖了，是不是上了啊？你猜你笨的你，这上车上半天啥上了？车太高是吧？三总，帮你做饭呢，让你坐，你坐吧。往前走走，往前走走。先扔哪儿啊？先扔那边吧。过去走啊。弄完车进不去，就在这等着。完了，收完了我送回来，收一兜送回来。到时候了，气温也下降了，现在你看穿着棉袄了。再过个十天半个月的就要封冻了。现在晚上都留下了，改模到队上啊？现在不行，晚了一点是吧？里面有岁数不少啊，一斗能收回来一箱，过不去，在这等你了。行，站杆了你就收得了，站杆就全收了。太长了哈，那留这么长，反正人省劲了。多大老山那地儿，起多大老啊？你小舅也好杀。我抓鸡去，他钻鸡笼子里边，你说我一回身让我背着他扔，哎呀妈，这家给我拎的这俩手镯子，这谁去了？这成成这了。小金太太说了，他说今天有小鸡吃了，小鸡更忙啊。他说你这鸭子好，来年我就养鸭子了，我啥也不养。烧肉厂的小鸡也见长了。你家那鸡长啥钱？你家那鸡好好味儿好。嗯，人家他那是鸡纯小笨鸡儿，这个都不是笨鸡，这鸡肉多。嗯，三黄鸡这是。你盛两盘吧。行，啃去吧，乐家养。你就捞小鸡儿就得了。二姐说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小鸡儿。等你回来，你这你还就能端一个菜。我说我跟三哥说，我说这干豆腐咋整？三哥就搁那炒得了，就明白了。哎呀妈呀！我看你家那有几个架，我哎呀，那几个都干上了。干豆腐就是鸡蛋呐、啊，嗯呐，哎呀妈，买回来我都没瞅，那是打了粘上了。刚才来个鸡蛋要3.9块，小鸡蛋，搁哪呢？走了，大概人家走了，哪天我、哪天我上我们整一箱去。3.9块行啊，3.3块那个文君说有3.3块的。有点毛，脑袋别着吸瞅着，脑袋别着没整那么溜的。谁呀？老米呢？老。刘大，刘大厨这厨艺不错呀，这几个菜整的挺硬的。到时候了，啥时候了？双酱还不收到？那不，三哥呢？今天早起早杀的。秋半能进了，秋半能进了。现杀小鸡啊？跟这人起早现杀的，还缺谁呀？这人是大话是谁？我都没瞅准。那行，王军。